cutting, still cutting. Still they, cutting. They are going for Shukola. Okay. Better like that. Color change. Look like this. Top quality color change. Alright. 变色蓝宝石. Garnet. 把这个全部挖上来之后，他们在这里面淘洗了之后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么多，这么多，一粒都没有，nothing，一粒都没有，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蓝宝石的稀有，从这里面他们觉得有价值的，他们拿出来，拿出来了之后，再给切割的工厂，切割工厂切出来了之后， 99.9%的石头。
到市场上也认为它们是 rubbish stone， 没有价值的。而真正能称得上宝石级的，可能就凤毛麟角，大概就一万粒或者十万粒里面能够出来一粒。所以大家要珍惜你们手上的石头，珍惜你们手上好的宝石。They take from this system. The people here are here. The 但是呢，现在实践证明，这个石头下面，这个岩石下面还有更好的宝石，所以他们开始，把这些石头也挖出来，挖出来之后，在下面发现了有很好的宝石，所以现在蓝宝石越来越难挖，越来越难挖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。所以大家要珍惜你们手上的宝石。Hello.